十月二十一号，第九届北京乡绅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。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开幕式上表示，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，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，中国永不称霸，永不扩张，永不谋求势力范围。魏凤和指出，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是中国人民用勤劳、智慧和汗水干出来的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得来的。不是通过侵略、扩张、掠夺获取的。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，我们不具有、不认同、不接受国强敌霸的逻辑。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，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，中国永不称霸，永不扩张，永不谋求势力范围。魏凤和表示，走和平发展道路已写入中国的宪法，也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国策。2019年7月，中国政府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，彰显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。魏凤和强调，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战略指导上坚持防御、自卫、后发制人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，没有侵占过别国的一寸土地。魏凤和同时指出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，解决台湾问题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、大义所在、民心所向，是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。中国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，但我们绝不会任由台独分子铤而走险，绝不会坐视外部的势力插手干涉。祖国统一是人间正道，搞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条。魏凤和还强调，南海诸岛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，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，一寸也不能丢。我们完全有信心、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